主料鸡胗500克，辅料辣椒面8克，孜然籽10克，盐8克，料酒白洋葱一个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胗洗净切丁，用料酒腌，洋葱切条，锅中放油，油热后下鸡胗，炒至鸡胗变色，加入盐、孜然籽、辣椒面，下入洋葱条，翻炒数下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刀沾水后再切洋葱格，减少对眼睛的刺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